哇，被切开！好，炸你的被动，炮炸你的被动怎样？那不是唯一被动？他是这样生命，每5秒回复57。我要加速，我努。8秒，妹，你送到伤害，整无生命。172，每秒30滴血。上他一波好不好？我想守起来很快。 你这个只是存血量一点用也没有加我，一点用也没有用。那我还给你杀了，还没死过吗？21、14，太扯了。我换一个怪，都快往差这么多。 好爽、啊，杀到温泉喽！你不要再讲破坏人这个名字好不好？他会很难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是可以秒人啊。可是他是三分之二血吧，还半血。应该可以秒吧。等我加。 等一下，好的。好嘞。啊，完了。技能。要不要笑了吗？要不要笑了吗？我还没出技能。好慢哦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出技能。啊，慢吞吞。你们俩跑速多少啊？500。 你跟我们两个吗？对啊，开要等被动。<笑>你还差多久满装啊，努努？快了，比较多。而且你那个余烬就加了800多哎。我要去上路加猛攻。你连鞋子都要换掉吗？我第2招啊。 哇，上路感觉可以加不少魔控，保护奶绿，巩固牙齿，武功强壮，哇，上哦上哦，哇，断，我死掉了，糟糕糟糕糟糕。 好像不用管你们嘞，我回去好了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硬要？你为什么通话打冒开？那你打完，然后你也打冒开，不爽啊？好，满装了，差一件。慢慢叠，这个就不知道是。 开始要输了，谁？我们呢？我们开始要输了，为什么？人这么猛，没有吧？只要保，保，我靠奶绿，我靠奶绿就够了。对，拿过来。可惜，吃不掉。我没吃龙了吧？我该吃龙了吧？我刚刚玩太久了。走吧。 我都可以继续用。哦，魔攻加到200了。哎，18等哎，那么快啊！我们要打起来了，我在上路哎。 Thank you.
怕水真呐！哦，我你是不是要死了？啊，你全灭了！我没办法上去啊！欸，你直接进去打珠宝不就好了？让他们回去了，都回去了，会冲过来。他们都回去了，他们都回去了，全部回去了。哎，为什么他可以回去？他不是穿过了吗？与其担心这个，不如担心你死棋的问题。我还是秒掉他了。应该接 AD 了。AD 接了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想杀他。哎，下一波，下一波就可以杀那个达尔文了，他没杀。我咬死不死。厄勒布朗不出巨人，然后全部攻击。来，那你再乱玩吧。他怎么杀？我把尸体拿掉。那你显然就是上路。你要吃什么？太扯啦！吃龙，这跟波比单挑。为什么你血才6627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好像没有加到。天哪！有了有了，你的方块破100啊！吃完八八龙会加护甲吗？后面后面，给我！哎呀，太牛逼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一个 R 直接秒了。一个 R 直接秒勒布朗了。真假的？对吧？打过几滴哈？我看到打我只丢一个 R。我看一下，现在伤害是。500加1115，再加对方88魔攻，他有600吧，应该有2000的伤害吧。啊，我要出来了！哇，又被超短呀！太扯了，被 carry 了。我觉得换那个有差哎、欸。AD 吗？就顺了，没有换符文啊，我符文，你不要符文。我不用说 AD 啊，你那叶符文就不爱玩啊。对啊，你怎么这样讲人家？我没什么，我说换一个 AD， 我没有说他玩的怎么样啊。哦，胜负差刚好100。我怎么觉得浩战他没有一直叠加，没有很高。没有啊，你就少一件哦。有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叠啊？他就无聊啊。而且重点是你哪来那么多经济啊？我刚那场赚超多钱，可以出到重开网路，可以出到四个号战、欸、我休息，我休息，休息不最后一场吗？欸，我要忙一下东西。你 ，Lester 呢？我去说个电话，我看你们打早更。啊！啊，奶牛要重开网路啊！给我药，我去一下厕所。
奶绿，奶绿不是去换网路？对啊。嗯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没下线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进来了。你是在官网路？啊？他可能讲电话吧。哦。有，我重开了。这么快？哇，你重开网路不用下线的、啊。我直接关啊，啊他就直接跳掉啊。啊，我重连网路，他旁边就有一个重新连接。那找一个。喂。哎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在画图。啊，我要来，我要来戳喽。那个再帮我点一只，快点，繁星再帮我点一只。冷门吗？冷门。魔豆啊。哦，这个我没多久才玩。啊，魔豆才玩过。再冷。冷一点嘛。可现在冷门角都被拿出来了、欸。繁星，你就讲冷。哪里克？哈哈哈！哎，我超久没有看到这家伙嘞。太烂了吧？这只够了，要上路一点的。就是哈利克可以上路啊，这只够了、啊、要上路一点，就是比较常看到的、啊、常看到的上路，就是你一出他就知道他是上路、被动也是会复活的 level 12铁口，因为你是说二煞师吗？二煞师，谢谢十二个月订阅、啊、但是我刚刚有选啊，我刚刚有拿问你们要不要看哦，那没了吧，好啦，剩啦剩啦，正比二杀师还要近一点。万斯温啊，斯温的话我就要拿，我就要斯温，那蒙多啊，蒙多，那我宁愿二杀师，比较好玩。不行，你只能选蒙多。嗯，伯利贝尔有常出现吗？很长，伯利贝尔很久了。啊，伊利斯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伊利斯，谁？伊利斯，不好意思，这种我玩的很痛苦的。伊利斯也很久了。但特朗德，特朗德，我刚才在想，可是他太，特朗德也是蛮猛的、啊。现在的 meta 烂烂的。那有没有中路很久没看到的？波比，好运杰、啊。中路啦。中路，很久没看到的 AP。好运杰啊。很久不是。来一支真正的中路 AP。这只现在的妹子卡萨丁，卡丁丁啊，哪一只？我刚没看到。你说中路嘞？我要 A, 那就去靠靠。我要 AP， 我要 AP。那你出那个、啊？那个卡玛、啊？卡玛不算吧？哎、欸，开玛到底被改了没啊 ？Lux 哦，好啊 ，Lux 好，可以。你有买造型？大概是很久没看到。你有买那个中二 ski 吗？当然有啊，星光少女组对吧？地方要打哪里？贾、哦、克斯，贾克斯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！贾克斯 jungle， 贾克斯 jungle， 我要玩啊！哦，所以贾克斯就好玩了。哎、欸，你要玩哪里？对耶，死哥也很久没看到了。我玩这种魔王的。你要玩哪？魔豆，我玩魔豆也很久了，我们先玩一下这一只。我要哪里？啊，小日真的蛮久没玩了，爽啊！你转过啊？哦，你又玩龙女，真是无法忘记你的龙女。我要把它清除掉，你多么的弱哎、欸！我要把它删掉那个，对，啊，要睡觉前睡吧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啊。安古
鲁斯是谁啊？哇，这篇好有用。哎、欸，我实况上会出现王子哦，那其实也没差了。嗯，有吗？什么王子？就在聊天室里面的王子会不见，可是，在实况上面的那个聊天室王子会出来。哦，是哦。嗯，实况上面那个变掉他也是还在啊。啊，没差啦。你看那个很快就被洗掉了。嗯。棒棒棒棒棒！哎、欸，怎么会？没事。什么？开始了没？开始了。开始了。真久。又是勒布朗，而且是 Nexo 十七耶，感觉就是一台手机、啊。吸血鬼，你要打一台手机耶，就会进。吸血不好对耶，他们会助爆你吗？你是说要助爆你？你 Q 下要怎么打？他也蛮烦。哎、欸，龙女被动改掉了，怎么变那么烂？哎、欸，你这龙女的造型好瘦哦。会吗？我好像有点瘦弱、啊。难怪我觉得打还比较不错。星光少女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回城。哎、欸，他在唱歌，不要真的回去。他的帅被动就很漂亮，每个头都有星星啊。对啊，什么？他的大绝超漂亮哦。大绝哦，来，等一下放。被动也很漂亮，你随便放一招，然后小兵上都有星星。啊，你没看到小兵？啊啊啊！阿进，哦，阿进，他把他吃了。我一个，对吧 ？Gank 队友哎，一个没注意把他吃了。Gank 队友，一个在我看《星光少女》不能吃 buff。哇，你吃红一定 GG。我没有要吃红啊，我吃掉、啊。我没有两等哎、欸。你要原谅我，我不是故意。他两等了，他两等了。你两等了。我奶力怎么那么激动？连普攻都有那个星星呢，好可爱啊！对啊，那个 skin 做坏。应该出一个美少女战队的。你这样不知道吃得掉红还是吃不掉？你重击到红会回血。我知道，不知道这样吃得掉吃不掉。哦，手艺。好像可以。对吧，龙女，还好你是选龙女。每次都吃到头破血流，嗯，吃到头破血流，好吧。我来，我没有辜负你，我没有辜负你。好，我救你，我没有辜负你，我没有辜负你。我拿了 first blood， 我的那个 buff 给你了。